叫野人是因為我細個我都好大個先識講嘢嘅，咁大部分而家啲小朋友就唔同啦，而家啲小朋友就好快就識得講嘢啦。咁我到兩歲到我先識講嘢嘅，比較遲嘅，同埋遲鈍啦。咁就咁，所以因為咁就我淨係識得嗌嘅啫。除咗呢一樣嘢，然後就係啲頭髮向上生啦，冇乜頭髮啦，同埋其中一樣嘢就係我會拎住我公公之行山竹咧。就會遁地嘅，亂叫遁地，所以就係野人咁樣，就係咁樣得嚟。咁啊，細個一定會玩噶，我就比較馬騮啲嘅，即係拳打腳踢啊，同埋黑黑實實嘅。我細個嗰陣，咁咧我記得嘅就係有一次，我唔知點樣伸隻手過去，一個拳頭伸過去，咁然後咧我大舅父就擘大咗個口，嚇，食得，係啊。他整個拳頭放在個口裡之後就這樣看著他，當然那一陣很震驚，然後就哭了，還沒吃了，直接覺得吃了的嘛，沒了的了這樣。但是大過了之後會看回，就是其實這些的一些這樣的小小的一些玩意啦，一些遊戲，就是到現在都會講起的一些事情咯。即過了那麼多年，我想至少都20年前了，但我到今日講起，我都會覺得好好咩舅父嚟㗎呢個，咩舅做㗎咁樣。